给你一个为民除害，哎，不对，是给你一个为民服务的机会。有没有看到楼上那个没人要又哀哀叫的女人啊？没错，她家失火了，我们要上去消灭她。哎，又不对，是我们要上去灭火救她。这里让你挡着喽。快，难得的独家新闻绝对不能搞砸了。哎，肖先生，可以麻烦你下来接受我们的独家访问吗？叫我嘛，哎，我是消防员，但我不姓肖，好吗？啊，随便啦，下来接受访问啦。你们这些记者脑子进水了，现在还想访问？什么？你是说电视访问是吧？啊，这是一个可以让我火红的机会啊！还火红嘞，上面那个女的都快要火烧屁股了啦！好，我愿意接受访问，你等我啊！哎，阿里马克差不多了。哎，你是想红想疯了是吧？这样应该够帅气了吧？需不需要补个妆 ，set 抖一下头发？哎，我倒会小楚嘞，你起来冲下！一个脑残，一个智障，真的是太可悲了。阿伯，我是无拿吹金条，想法嘛啦你。哎，你专业一点 ，OK？ 啊，我不够专业吗？我都有微笑看镜头，哎，人家在录影，你在哇哇叫，你才不够专业吧？